说一说吧。赵太，您说两句。别走了，行了，黑了。赵太，给我们介绍一下案情好吗？赵太，您说说吧。赵太，后面给我们说说案情好吗？我们关上。那情况？成哥哥被杀了，那事儿可大了。案发现场有目击证人吗？当时有个门房和丫鬟都在府里，我找人看着呢，随时听候您的招呼。现场什么情况？法医科来人了，走。不许进！现场还没勘查完，任何人不许入内。哎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，胖子，我们去询问目击证人。马杆，你盯着。是。是那成武，那也开枪杀了哥哥。你说是那大炮？就是咱们禁烟队那成武那大炮，就是他。今天早上10点左右。哟，大爷，哥哥在上面吗？哎，刚用过早餐，在楼上呢。那爷庶出内务府腊贝勒一族，隶属镶黄旗，和我们哥哥是青梅竹马，打小就定了娃娃亲。那爷爷来了。那格格，我先去洗衣服了。嗯，去吧。怕什么呀？大不了豁出去了，谁也别把谁当回事。哥哥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这狠劲要是一上来，谁都挡不住。那爷脾气不好，我就又回到水房洗衣服，哪知道就听到一声枪响，我赶紧跑回房间。你可以进来了。是。哎，蛋壳在这儿呢。手套就提取证物，谁教你的？我。基本的现场取证操作流程都不懂吗？尸体抬回巡捕房，准备尸检。哎哎，关好门窗，上好封条，
哎。设计师哥哥，想当女公主。哦，自己也娶了这样的大师，亨德里林是愤怒了。唉，好了，我介绍一下 ，Miss Liu。刘志远。赵克勇。Miss Liu， 德国部吕诺警官学院高材生，擅长犯罪现场勘查、痕迹分析。为了答应帝国租界的安宁，我要亲回来的。Miss Liu， 说两句。先谈谈案子吧。OK， 交谈。根据现场目击证人陈述和证实，凶手是那成武。精英队拿大炮。根据格格府门房陈述，今天上午10点，拿大炮跟他打过招呼后，进入格格卧室找格格。卧室的荷花证实，俩人发生争执，那成武更是情绪激动，把枪拍到钢琴上，不久便听到了枪声。那脾气暴躁，多次违规，殴打烟粉，我是早有耳闻。荷花跑回卧室，发现格格已经中枪，临死时说出那成武的名字。枪响后，那成武举着枪往外跑。现场发现一枚弹壳，经初步鉴定，确系巡捕房配备克鲁伯伯克枪手枪子弹。现场除了那成武，没有第二个人。通过现场采集的脚印，也确实只有那成武、程格格和荷花三个人的脚印。Shit！ 既然已经确定杀人凶手，我申请对那成武发出通缉令。我反对。发通缉令为时过早。任何犯罪都有犯罪动机。那成武和程格格是青梅竹马的恋人，为什么要痛下杀手？我觉得。动机不足，那大炮脾气暴躁，一时和程哥哥说枪了火，热血上头就开了枪，典型的临时起意，激情杀人。就算激情杀人，掏枪射杀这么大的动作之前，必然有巨大的思想情绪波动，并伴随着激烈的身体接触。可是从案发现场和程哥哥的尸体来看，案发当时并没有发生争吵和打斗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案发现场的家具之陈设整洁，毫不凌乱。格格的着装也十分整洁，而且尸体也没有因为打斗留下的伤痕。科学是严谨的。二位冷静一点 ，calm down。是天津的皇族代表，你们的巡警那成武杀了陈格格，我们要求秉公执法，交出凶手。案件正在调查，不能确定凶手。你们这是要包庇他吗？那成武是不是你们心腹？交出凶手！交出凶手！教头 ，Miss Liu， 今天我不想听你们怎么分析，我只想看到你们怎么破案，把罪犯逮捕归案。华人，总探长的位置已经空缺，我现在宣布，谁先破案，谁就是银组界新一任华人总探长。通令宣布放。那成武是本案的关键人物，抓到他才能对案情有突破。通缉令 ？No， 一发通缉令就是强人我们宣布放杀人。
涛，齐活总看着我那什么呢？别胡咧咧，说嘛呢？那姓刘那丫头片子，那一看就是一生瓜蛋子，还胡咧咧，干活。哎，涛，咱们当务之急找那大炮，来这儿干嘛？禁烟队不是说最近抓了不少鸦片贩子吗？这大炮打得也太狠了，观察观察再说吧。王队，小戴，坐。坐。王队，抓了这么多烟贩，功劳不小啊。还功劳呢？吃了那大炮的挂烙，刚挨完威尔森的训。这小子出事之前从这儿走的。叔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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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叔子！我再问你最后一句，三毛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不说是吧？好。你小子暴脾气可得改，这样会出事儿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对了，今天得出个任务，瓢是发子弹。有抓捕。需不需要大队支援？不用，没事儿。前些日子端老窝的时候，老大三毛给跑了，刚接到线报，这两天啊又潜回天津了。行。千万小心！我听说现在鸦片贩子公开叫嚣，要你的人头。啊？没错，据说还挺贵，一万大洋呢。行了。我走了啊！不是，你小子注意安全。这可值一万大洋呢，我不得好好保护着。哥哥让我过去的啊，走了，走吧走吧走。可是，不大一会儿，我就接到了那成武的电话。喂，王队，我这出事了。出事了？那大炮怎么了？那大炮，喂，喂，那大炮，那大约几点钟？十点半左右。十点半，那是枪击案发生之后。啊。我们家陈武，他又惹祸了。没事儿，奶奶，就是替陈武来看看您。奶奶，那我们都是陈武同事，平时总是听陈武提起您。谢谢。奶奶，陈武这两天又没回来吧？可不是嘛，前几天晚上他是回来，看了看我，说是有案子，他又走了。奶奶，今儿我们下组了，
说好了来看你，程武就没回来？没回来呀、啊。他以前要是下了组，回来他就往炕上一躺。那他会不会去找陈哥哥了？哦，奶奶，你怎么不让程武和格格成婚呢？哎呦喂，谁不让了呀？你说我们家程武跟格格那可是打小敬的娃娃亲呢，早就该洞房了。想当年，我们家老爷子，那也是内务府的总管呐，那可是正二品啊。自从共和以后，我们家就剩这一间屋子半拉炕了。世态炎凉啊！前几天，陈王爷他在满洲又托人来退亲了。你说是格格的阿玛，他不同意。可不是嘛，还逼着格格去满洲，气得我们家陈武不行啊！王队长啊，哎，我有个事儿想拜托您呢。您说，奶奶。我们家陈武啊，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您呐劝劝他，别老在格格一棵树上吊死。现在可是民国了，娶谁都是一样嘛。您说是吗？是，奶奶，我一定好好劝劝他。啊，哎，那就拜托您了。小马哥，啊，帮我翻个身。去买肉。肉？要整事儿的，送到化验室去。王队，那成武回来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没问题。还有，那成武父母在杨村的住址也提供给我。没问题。哎，你看，这干什么呢？就是，干嘛呢？看看，钉猪肉呢。配枪是克鲁伯的驳壳枪，没错，巡捕房配的都是盒子炮，射程远，装弹多，威力大。掏枪。啊。射击，开枪！好，砍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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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炸死，炸死！快走！哎，他们俩这是干什么呢？嗨，你管他呢，反正今天咱们晚上有肉吃了。对 对，有肉吃了。哎，嘛呢？孝顺这德行，新来的密斯流给猪肉套大褂，开枪！
刘头，这是嘛意思？从尸体枪伤分析，子弹是从背后射入的，没有贯穿，停留在前胸。可要是有意射杀，为什么要从背后下手？这么近的距离，以驳壳枪的威力，子弹应该是贯穿的，不应该停留在体内。明白，这就是哥哥。模拟实验证明，近距离以驳壳枪的威力，子弹一定是贯穿的。明白，那还能看出嘛来呢？还不确定。慢点，哥。哥，那小丫头片子都已经拿枪去打猪肉去了，瞎胡闹呢。这丫头片子不说犯罪动机不足吗？这奶奶跟王队这么一说，整个案子就连上了。程新王嫌贫爱富，想毁婚约，还逼着哥哥去满洲。拿大炮一气之下去格格府说道说道，去之前还批了20多发子弹。到了格格府，俩人没说到一块儿，就他那暴脾气，掏出枪就开了火，还主动给王队打了电话，就是他了。不是，哎呦，老大老大，我知道你是破案心切啊，等抓拿成武，你总探长位置就是您的。拿大炮配了那么多子弹，太危险了。哎，狗急跳墙，他枪法可不一般啊。要不带上他呢？老大，慢点。刘头，怎么了？子弹遇到射击物，正常情况下是弹头的头部先接触到外衣，那外衣线纹应该在弹头头部。明白。我说你给他配上白大褂呢。可这颗弹头底座却是子弹后部带有大量外衣纤维。这又能说明嘛问题呢？解释只有一种，这颗子弹不是从正规的枪支中射出的，因为改装或自制的手枪没有来复线，所以子弹射出后的弹道轨迹不规则，它不是直线，而是旋转前进，射中格格的一瞬间，正好是弹头的底座先转到，所以弹头底座带有大量的外衣纤维。可纳成武的驳壳枪不会没有来复线呢，所以射杀格格的不是纳成武，至少没用他的枪。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可弹壳只有一个，又是纳成武沈凌的。现场除了纳成武又没有第二个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些疑问是我下一步的工作。科学是严谨的。公平配方，薄皮大馅的包子，哎哎，来看一看了，走过路过别错过啊！薄皮大馅。宫廷配方，包子，包子，包子，来，薄皮大馅宫廷配方，就是这儿。哎，包子，您这来成吗？谁会把自己儿子给卖了？包子，来，好吃的麻花了。刘头，赵探怎么去抓捕那大炮了？一还没做完。何必着急二呢？那咱下一步干嘛呢？嗯，你去趟禁烟队，把纳成武破获的所有贩卖鸦片案的卷宗都调出来。好嘞。二位，请。包子，哎哎，包子嘞，哎，快来，来，好路过别错过，白生生热腾腾的包子。包子，包子，薄皮大馅儿，公平配方。哎，一百包子。哎。白生生热腾腾大包子，喝口水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包子，包子，雪儿点儿。哎，薄
瓶大馅了啊！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高。包子，包子，来，包子，包子，来。哎呦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这那成武有两下子，党卧底，破了不少鸦片大案了。您看看，这不是看英雄故事，务必把那成武抓捕的，还有漏网的烟贩排查出来。明白，我办事儿，您放心。小马哥，你和其他巡捕不太一样啊。哪一点？你不是混，你是喜欢。哎呀，刘头，我这是服了您了，我打小就喜欢破案，包公就是我偶像啊。不过其实进这儿也挺费劲的，是我爹画十个大洋，托人我才进来的。英雄不问出处，继续努力，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巡捕的。是。来，把整理好的鸦片贩子名单再仔细筛查一遍。没问题。老板，哎，加壶酒。小店生意不错啊，小本生意，混口饭吃。来，坐，喝一杯。不敢，有事儿您直说。痛快。知无不言。言无不尽。哎，老板，跟我们说对面那包子铺的事儿呗。对面包子铺呀，你可算找对人了。这对面包子铺啊，据说是天津卫来的老两口开的，是八旗子弟，姓纳。对外号称自己的包子是宫廷配方，其实呀，味道很一般。不说包子，说说他们家儿子的事儿。你是说老纳家那小子呀？老纳老吹牛，对外号称啊自己的儿子在英租界巡捕房当警长，其实呀，就是个二狗子。哎，老板，是他吗？对，就是他。他回来过吗？回来过。什么时候？这每年过年，还有8月15。总之啊，这一年总得回来那么几趟。我是说最近回来过吗？啊，对，一个月之前回来过，不过呀，走得很匆忙，吃了顿中饭这就走了。不会是回来了你不知道吧？不可能，这面对面做生意啊，他家呀一天卖多少笼包子，卖多少个，来买包子的是男是女，这我可都清清楚楚的。哎，麻花，哎，包子。哎，他们家的羊村还有别的落脚点吗？绝对不可能。老两口啊，很拮据，前面做生意，后面过日子，没别的地儿。哎，不会是老纳家那小子出啥事儿了吧？哎，不该问的，别问。不该说的，不说。
案发当天，窗户是打开的。是打开的，格格喜欢呼吸新鲜空气，每天一起床就让我打开窗户。对面小楼离着挺近的，这窗户对窗户，格格就不怕不方便？谁说不是？打去年对面开了个家庭旅店，就老有客人站在窗户那儿看我们。格格就让我装上了深色窗帘，休息和不方便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拉上。嗯。按照您的要求，我调阅了所有那成武破获的贩毒案卷宗，刑满释放的一共11个，有6个因为丑大眼死的，有仨在戒严所接养，还有俩失踪。重点是漏网之鱼。漏网的一共4个，有俩因为帮派内讧嗝了，还剩俩。有这4个人照片吗？不光有照片，还有详细资料呢。是不是有嘛新线索呢？科学是严谨的，根据所有已知信息，大胆推断出一个结论。现在就是求证的过程。您二位是？巡捕房的。有啥事儿啊？我是这家的佣人，东家回美利坚了，不给工钱，让我开着家庭旅馆挣钱抵。我别紧张，我们不是来收治安费的。环境不错，要不放着旅馆不住，住你这儿。你们到底有啥事儿啊？没啥事儿，帮忙辨认几个人。这人，我好像见过。你再仔细看看。没错，就是他。这几个月，他老上这来住宿。这人就是漏网的眼犯头目三毛，快说说详细情况。啊，这人特别怪，大前天来的，交了2天的押金，到了退房子的时间呢，人就找不见了，不辞而别。唉，可不是嘛。幸亏这房间里边没丢什么东西，要不然我就倒了大霉了。快带我们看看去。哎，好，哎，跟我来。他是不是每次来？都住这一个房间，您怎么知道？哎，这房间里嘛都没留下。您指的是？就是像看过的报纸、抽过的烟盒之类的。啊，没有，这房间是我打扫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应该是这样的。
包子，包子，包是大馅的包子，公平配方。哎，来了。老大，这唱空城计了。哎，包子不错，尝尝。你这天津口音，老头老太太会怀疑。什么天津口音啊？你说我啊，我去买个包子怎么了？薄皮大馅，宫廷配方的包子。大爷，老娘，三斤包子。啊。哎呦，现成只有半斤了。哎，您要是不着急啊，一会儿就得。我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哎，好，您坐了。哎。好，包子，嘿嘿，包子，薄皮大馅啊，宫廷配方的包子。哎，谢谢啊，你先吃着。哎，吃完还有啊。哎，好好好。包子嘞，包子嘞，包子。大爷大娘挺酷人，不是本地的。走，听出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呐，那是正宗的镶黄旗，黄葱根儿这人，现如今呢，叫北平。哎呀，你瞧你又来了，这不民国了吗？兵荒马乱的，我们老俩就落到这个地儿了。哎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叫生不逢时。嗨，落了毛的凤凰啊，它不如鸡，不是？嗨，大爷，您坐下说。哎，说。我看这大爷大娘岁数也不小了，儿女呢？好，您说我儿子？嗨，那可有的说了，我儿子在洋人跟前啊。巡捕房，听差呢，吃的是官饭呢。要不是这样啊，早就该和王府里的格格成亲了。哥哥成亲？哎，那是皇亲国戚呀。那是啊。所以说呀，啥时候儿子成婚，我们就什么时候回天津卫，到时候有了孙子，就帮着抱孙子了。那是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哎，这话我爱听。小伙子，这人在外啊，要常给家里捎个信儿，是不是？报个平安不是？免得老家给你担心呐。大爷说的对，大爷说的对。哎呀，当儿子吧，一个月都没给来信儿了，我就是特别惦记他。又叨叨上了，你说我们家程武在洋人跟前听差，能出啥事啊？净瞎操心。哎，哎，程武他娘，哎，包子好了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给先生拿过来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。嗯，不用。哎，拿拿拿。好，大爷娘，我还有事儿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啊。嘿，好了好了，您呢？哎呀，慢走慢走，哎，慢走慢走，慢走啊。哎。我判断三毛决意报复，他掌握了纳成武的行踪，潜伏于此。当纳成武来找程格格的时候，他开枪射击，从而导致程格格中枪身亡。由于三毛这些鸦片贩子购买的是仿制的山西皂，所以弹道轨迹不规则。跟你取出的弹头就对了。可是三毛的目标是纳成武，他杀格格干嘛呀？三毛是贩毒的，他不是职业杀手，所以打偏了很正常。不对，纳成武也开枪了，要么现场怎么会留下纳成武沈凌的弹壳呢？程格格中枪倒地，纳成武作为常年战斗在一线的巡捕，本能的反应是什么？说呀！开枪还击。可是三毛要是在这儿开枪，那弹壳在哪儿呢？别着急，现场是最真实的，咱们再找找。嘛也没有啊。纳成武要是向这儿开枪还击，应该有枪眼和弹头啊。什么都没有，倒也是一种发现。啊！我调阅过纳成武的档案，他是个神枪手，
设局科目考核连续三年都是一等，在抓捕烟贩的过程中多次成功击伤烟贩的腿部得以完成任务。照这么分析的话，那成武反击的那一枪，三毛很有可能中枪了。哎，看来看着老两口好像不知道那成武杀哥的事儿。老两口会不会给咱们演双簧看呢？儿子出这么大事儿，不可能这么镇定。没回来不代表不回来，有些事儿盯紧点。那咱们还是一人下去，一人拿枪瞄着他。他要是拒捕，打他拿枪的上。哎，包子包子，包皮大馅的包子，恭喜配方。三毛本名戴三娃，今年35岁，因为小时候没什么头发，回来就叫三毛。晋北冀州西山峪人山里长大的。家庭状况？从小父母双亡，他是跟着爷爷奶奶长起来的。15岁的时候爷爷奶奶也没了，他就闯关东去了东北。前年从东北回来，召集了一帮抽大烟的当了鸦片。这个人凶残狡猾呀，亡命之徒。连自己人都不放过。那成武盯了他们半年，把他们老窝给端了。就这样，三毛愣给跑了。潜回东北？回不去了，他还盖着东北商家一半的货款，禁烟队对他下了悬赏通缉令，所以天津卫他也待不住了。无处可逃。可能潜回老家，归了大山了，保不齐那成武也盯上了三毛。分析得好，立即出发。威尔森先生，明白。再见。丫头骗子判断是三毛杀的格格，已经去冀州山里抓捕去了。嘛证据？威尔森说只是分析判断，还没落听。切，这不瞎胡闹吗？歇着去。我一会儿来替你啊。半天的水米不进，我有点饿了。前面村儿好像叫东山峪，走，到保管家看看。好嘞。接着睡，反正我也睡不着。啊，胖子，你说咱们这次是不是栽了？老大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这么患得患失，这也不像你呀。我这丫头片子奔大山了，我是说万一咱们在这儿又没蹲到那大炮，这不成笑话了吗？老大，你是不是起了小私心了？几个意思？本来以为这案子破了，那总探长的位置那肯定是您的。哎呦，可是现在嘛情况也没有，是不是担心了？老大，听兄弟给你分析分析案情啊。咱们在这蹲守那成武，那准没错。一来那成武
本身就有重大嫌疑，嗯，随时可能潜逃回来，嗯，那二来，就算那丫头骗子她猜对了，那成武跟三毛进大山了，咱们在这儿也等于间接的否定了另一种可能性，嗯，那也等于给破案间接的立大功了，嗯，嘿，老大，就升官发财这种事儿啊，那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啊，你也莫强求。嗯，啊，嘿嘿嘿嘿，嗯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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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那村里有医生吗？医生，就是郎中。我们要找的人可能挨了枪子儿，他有可能去找郎中治伤。你说的郎中有，这附近十里八村的头痛脑热都找他。那能带我们去找他一趟吗？走。有情况，盯着。寻普方办案，骗谁呢？闪开！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逼我，哼，放马过来吧。家子，哼哼，八旗子弟，自幼尚武，哼，啊！干什么你们？都什么年代了还动手？给我松手！郎中，啊，崔郎中，开门。来了，开门，郎中。谁呀？我，保长。哦，保长，这么半天，睡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巡抚房子长官，问你点事儿。啊，见没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，这是个通缉犯，如果他来找你治伤，赶紧向我们汇报，记住了吗？哎，记住了。那麻烦你了。啊，慢走。看啊，看清楚，我看看。真是长官办案。我以为是坏人呢，听明白是吧？啊，我让你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问的不问。张长官，张长官，长官，你就别难为他了。你说我们街里街坊住着，你说他这也不是好心吗？那大炮跑哪儿去了？出啥事儿了？不是你还说，这么大岁数人了，我看着跳窗跑的。天地良心，我们真的不知道啊。确实是以为坏人上门寻私仇啊！是啊，老头，嘴挺硬是吧？我让胖子，老爷子，
去巡捕房，可就是大刑伺候。咱们就是去西山峪吧。哎，你们找的三毛是不是西山峪的？叫戴三娃。快拿照片，让大嫂再看看。哎。十几年没见，模样记不清了。反正俺知道他爹娘死得早，十来岁闯了关东，前年有人说回到城里发了大财呢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你们找三毛，郎中指定不会告诉你们的。为啥？他爹娘死得早，你也不清楚。这个郎中啊，就是三毛的亲舅。快回去。哎，小心点。放松点，哎，你给我闭嘴！别以为拿你没招啊！等着，你们俩也给我老实点，别说话。老大。老包子妈也没找，大炮是个孝子，兴许能回来。点灯。就知道你们得回来。三毛，你亲外甥，瞪着俩眼愣说不认识。狗日的，这次你罪过可大。俺交代，俺交代。前天晚上，俺外甥，哎呀哎呀，你慢点吃啊，怎么跟个饿死鬼似的？你说你啊，这几年都死哪儿去了？就糊涂点了。哎，不行，帮我弄弄。你这怎么弄的？挨了一枪，替我把弹头取一下。你不用怕，弄完了我马上就走。不管谁问你，你就是没见过我。俺给他取出了弹头，装了点干粮，他就走了。是哪成武领的那批驳壳枪子弹？怎么说，哪成武还真是开枪打中了三毛。三毛，三毛，我是你舅。三毛，
你再想想，三毛还能去哪儿？这个我真不知道。好好想想，想出来算戴罪立功。啊，对了，北边树林子里是他家的祖坟，他回来了，肯定会去上坟的。还不赶快带我们去？哎哎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大成武，我服了你了，一路追我到这儿。三毛，你要是怂了，就举手投降。笑话，我是谁？我跟你投降？端了我的老窝，断了我的财路，还抓了我几十个弟兄，咱们俩算扯平了吧？扯平了！你他妈杀了我女人，你们这帮孙子用大烟害人，死有余辜。南成武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你想杀了我，但是你也抓不到我。大家也不容易，你今天就别追我了，你放我一马。我这余波大洋，我都给你。休想！钱是好东西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哎，你接着。怎么样？我说话算数吧？这钱是赃款，我先替你收着，日后也做审你的证据。打死你！他娘的，你玩我！快，有枪声！没子弹了，三毛，出来吧！南成武，别开枪，我投降。南成武，别开枪，出来！我投降，我投降。把枪放下。啊，放下！该做个了断了。纳成武，你这叫给脸不要脸！这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。你知道这什么地儿吗？啊？这是我们家祖坟。我爷爷、我奶奶、我爹、我妈，
在上天这里保佑我呢，活该你这个倒霉！暴脾气啊！哎，抱一个我看看。Mr. 三毛，欢迎你回来，银珠街巡捕房。不是，兄弟，这话怎么说？你给我闭嘴！我冤枉，我是冤枉的。爹，放了我！我告诉你，再不招，都给你们带回巡捕房。好的，好的，明白。松绑放人。嘛情况啊？案子破了。那天从牢房一出来，我就去了哥哥府。不就是我阿玛退婚的事儿吗？你呀，小心眼儿吧，你就。我小心眼儿？堂堂的一个亲王，跑到满洲，去给小日本当傀儡，这祖宗的脸都给丢尽了。这倒好，还让你去，一起去卖国。行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听你的，不去了。不去了。好，好。成武，哎，要不咱们结婚吧？结婚？不是，我们家那地儿……亏你还是个大老爷呢，你要是不愿意住这儿啊？回头就把这卖了，然后再买一栋房子。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，这不是不好意思吗？这什么这儿？民国了，新设新办，月底啊，咱们登记去。成，成武。哎，要不干巡捕了，成吗？为啥呀？你看你脾气那么直。还抓了那么多卖大烟的，他们都会找你算账的。还有人花了大洋，要拿你人头。我是怕。怕什么呀？大不了豁出去了，谁也别把谁当回事。哥哥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这狠劲要是一上来。谁都挡不住。好，你多厉害啊！不喊你成了吧？你放心吧，我自个儿会照顾好自个儿的啊。那说好了，嗯，下月陪我去看房子去。行。大成武端了我的老窝，还抓了我几十个兄弟，我就想杀了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发现格格府对面的小楼。站住！站住！王队，我这出事了。
就这样，为了替哥哥报仇，我死咬住三毛，一直追到了西山峪。那成武跟疯了似的，他一直追我，追我到老家的坟地。要不是你们赶到，我就灭了他。你向程格格开了一枪，可是，在你的房间里并没有发现弹壳。在这儿，我每杀一个人，我都要留下弹壳做个纪念。可学是严谨的。老人家，对不住了。哎，这话怎么说的？哎，快去快去快去！咱这叫啊，不打不相识啊。走了。对不起啊。哎，这赏钱，不是垫钱，不是也没给吗？走了。费功夫，我商家会救我，我马上就能出去。对，我就是商家，三毛的商家。堂堂日本总领事赤野浩二，竟然是个大鸦片贩子，跟你们大英帝国学的。别忘了，鸦片战争是你们挑起来的。为了改变中国人的偏见，现在我们应组织坚决禁止鸦片买卖。我们大日本帝国在满洲种植罂粟，生产鸦片。支那人愿意抽，等价交换，为什么不允许？你们真实的意图用鸦片，榨取高额回报，发展满洲经济，还搞垮中国人的体制，削弱他们的战斗力，为发动全面战争做准备。我们大日本帝国有野心，我承认。大英帝国何尝不是呢？中国就是一块肥肉，谁都想吃肉，不是吗？这次的哥哥被杀案影响很大，就犯三毛罪大恶极，上司和媒体都盯着呢。我知道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林氏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坂田洋子，关东军特高科经济组长。哥哥，是他杀的。由于那成武对天津的鸦片秘密销售体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，所以我们盘下了格格府对面的洋楼，准备除掉他。
排不开枪。太远了，怕打不准。八个得死。还真准呢。你们故意暴露三毛的行踪，想让他和三毛两败俱伤，借我们宣布放的手吃掉三毛灭口，并且妄图制造假象，造成混乱，让我们自相残杀。有情况，盯着。但是想不到三毛被后捉了。我开心了一点是，对，可可你，我可没马可，开玩笑似的。说了可以的，对，可可你，确实，一个什么想？威尔森先生，贩卖鸦片和哥哥被杀案，系三毛一人所为。为了大英租界的长治久安，特事特办，决定马上实施枪决，以儆效尤。这杯酒可以喝了吗？哥哥被杀案，三天之内凶手归案，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经过吗？凶手三毛被枪毙，临终前他有悔恨吗？Sorry， 我们明天专门召开庆功会，到时欢迎你们。1000 apologies。哎哎，威尔森先生，威尔森先生，这个案子办得太漂亮了 ，perfect。威尔森先生。三毛怎么就枪毙了呢？他难道不应该枪毙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这个案子另有隐情。据那成武说，三毛的上家是东北的日本人，好像还有军方背景。我们应该顺藤摸瓜。好了好了，大家 stop stop， 这个案子花了一个蛮远的计划，我现在丢先承诺 ，Miss Liu。你就是巡捕方总探长。我不是为了总探长这个位置，我是说这幕后的。Yes。三毛的鸦片是从日本人手里买来的，那天包子铺有人冒充那大炮。不管他。我是说不管怎么说，
大家都是英雄，都有功劳。叫他加薪为副总探长，你们俩加薪，每人一个月加5块大洋。喂，不提，待会儿找大炮去。明天的情况会有记者采访，我的英雄们，好好准备。断掉那城，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鸦片，在足界就能通行无阻。嘿，足界的事情很微妙，想要水落石出，必须自己动手。我总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，先找到那城武再说。奶奶，咱吃面。成武啊，今天你大难不死，来吃碗洗面，压压惊啊。日本帝国的勇士，那城死于仇杀，粉身碎骨。完美。马上运输鸦片，地下室已经腾空。这箱子里面装的都是鸦片，杀人灭口，然后建立新的贩毒中心。走，摸进去。哎，头儿，咱们还是先回去报告吧。就是，里边不知道有多少人，可能都有抢，还是请求等人吧。要想水落石出，还得自己动手。走，走。
你们奸细的E2拥压片，驾驭！快跑！快把打进来了！那他们武大人打进来了！我们不是说纳城武已经被你们打死了吗？啊！啊！干！消灭他们！ 交给巡逻，走。你们支那人都是懦夫，有种一对一呀！来啊！中国人不怕单挑。 巡捕房，租界就不会是一片漆黑。来啊！走啊！来啊！
都走快了。哎我说你给他，没有过，放弃的念头。不行，我打小就想喜欢破案，会什么词儿？不对，特别怪。前几天不是。热血豪情啊，斟满这碗酒，人生路上不醉。来劲爆的，哎呦喂，现实最有一斤了啊！在现实，对，对不起，来了，兄弟，现实只有半斤了。来，没事。哎，大爷，快坐，快坐。好好。对不起啊，什么词来着？由于那成武，由于对不起，跟你取出的弹壳就对上了。不对，对不起。老两口会不会给咱们演双簧看的？我，好了，他要是拒捕，打他麻将的手。后来呢？15岁的时候，爷爷奶奶也死了，他就，对不起，那不是，这人凶残狡猾，前年从东北回来的，集了一帮。嘿呵，跟着爷爷奶奶长起来的，后来爷爷奶奶15岁的时候也就没了。哎，怎么的了？回不去了。嗯，再来这点。好嘞，就这意思了。到位，盯着，盯着。哎，你下去吧。小藏起伤口，拿我！啊，三弟，好，嘿，哈，跑过来，嘿，哈，干预，跑过了，太近了，停 ，stop， 回去，三，走，啊！身陷迷雾，心怀晴朗，点点光明是如